哎、欸，啊，你是不是那个大学生的美那个爱播啊？你好，你好，我是。哎、欸，我超爱看你们节目，你知道吗？你们那个桃子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在运动。好，拍手，拍手。其实哦，我一直很想要加入你们那个班级呢。啊，那个打电话哦，给那个季小姐啊，她就说要寄信。啊，其实哦，你们那个电话我都会背了啊，她就是不找我来录。哦，哎，其实我才艺蛮多的呢。哎，我还会唱歌。哎，你要不要帮我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你的眼神充满美丽，带走我的心跳。在健身房内遇到这种一有机会就要找人聊天的类型，是不是也很令人头痛呢？小姐，你看起来不会死样哈、哦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我教你教，来我教你教，来安尼啦，安尼安尼，呀，啊，我教你教，呀，你，来来你来。来，你来来，来来来来，你来来来。啊，你来吧，你来你来吧。我只是来跑步，我怎么遇到这种事啊？哎哎，你来来哥嘛吼。哎，到底对这位小姐做什么事情？阿伯啊，老秀，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。在健身房中看到这种热情过了头，或者是卫生习惯有待加强的人，是不是有多远就会想走多远呢？小姐，请问淋浴间在哪里？我第一次来。前面直走右转。对了，我下个礼拜还会再来，等你哦。各位男孩们，在健身房想吸引女生的注意，可是要用对方法，不然是会有反效果的。需要帮忙吗？没关系，不用，我试试看而已。没关系啦 ，OK 了，我可以帮你。不用，真的真的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来来来，不用了，来，真的没关系，不用紧张，来准备，我数一二三就来了，来，一二三，二三二三。你放下来，这色鬼。姿色的女生出现在健身房中，再加上穿着性感一点的话，绝对都是男孩们注意的焦点，甚至会变成吃豆腐的对象哦。女孩们到健身房中可要好好保护自己，